周华语当红一指标第八名《加辣影》，得票率0.9%。浩轩流举办新专辑品鉴会，为演唱会瘦身。音乐风云榜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今天是我的新专辑《倾听张靓颖》的 DVD 的品鉴会。这张新专辑是张靓颖对这7年来的一次考核，它不同于以往录音室的作品，它是一种 live 现场表演作品。据悉，当天动用了6台摄像机、50支麦和200名现场观众的陪伴下，耗时4小时，一气呵成录制完整张专辑的。不过，该专辑收录了15首歌曲，一口气录完，不得不佩服张靓颖记歌词的能力啊！其实大家都看得到，因为观众除了坐台前、台后，稍微偏侧一点也有位置。所以都知道前面有提词器摆在我前面3个。而张靓颖在宣传新专辑当天以一身黑白相间的礼服出场，从这苗条的身材不难看出张靓颖最近的减肥效果不错。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稍微的瘦了一点点？谢谢，等的就是这句话，配合得太好了。因为接下来要准备下一个月新加坡的演唱会。华语当红硬指标第7名，